我今天没喝酒，我可以回床上睡吗？不行。人现在网上都流行出题，压一等于几，答对了就能回床上睡。你也出个呗。听好了啊。我买了五个馒头，你别五个，你有本事出十以内的，我都能答出来。那行，我买了十个馒头，放冰箱里去了。第一天呢，我拿出来四个，吃了一个，又放出去了三个。昨天呢，我拿出来三个，你出去喝酒去了。我一生气呢，一个没吃，全都放回去了。今天呢，我拿出来五个，你吃了三个，我一个没吃，又放回去一个。问，等，你今天拿出来五个，我吃了三个，你放回去一个。那还剩的一个算吗？算你得说清楚呀，那还虚晃我一招，一共还剩六个。问呢，不许抢答。那你问。问，我用过开了几次冰箱门？哎呦我的妈！